你好，我是猴，我们回来到王者荣耀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玩新的英雄。因为呢，我早早就买了，就是更新就买了啊。人都懂的啊，就是这个英雄，蛮 Q 的，就是他就是坦克和法师，呼酷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废话不多说，就进去直接试玩哈。啊，直接开始试玩哈。一开始全部都不要跟我动我要玩的英雄好吗？呵呵呵，你动我要玩的英雄怎样啊？我又不能啊！快快快呀！你要玩就玩嘛，孩子。哎，快点啊！嗯，不错不错，不要跟我抢，不要跟我抢啊！他是坦克还有法师，所以我们就带闪现。然后他的装备，坦克消耗生存，坦克控制生存，坦克输出生存。嗯，就第一个啦，第一个比较好啊。嗯，不错不错。看得很不错，他的皮肤是怎样的？就是这样子的。嗯。OK。他的被动就是还会大大只咯，就是还会碰到我，不知道怎样形容。然后完了就知道了嘛，啊，对方哦有那个项羽呀，然后不知火，还有扁鹊、露娜、诸葛亮，嗯，我们这有悟空，哇哦，地火，然后奇梦，哎梦奇，sorry。安琪拉，还有黄忠，还有亚瑟，嗯，不错不错，这个是蒙达达的坦克啊，哇哦，不错嘛，连地图都换了，哇，他的是第一个技能是这样子的。哎呦，走路好慢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哦，我太胖了，走都走不动啊！太胖了，走都走不动。看一下第一个技能哦，就好像发家了那个什么啊，就类似。刘邦啊，懂吗？刘邦的技能呢、啊？啥事啊？你们？啊！不要不要不要来追我呀！啊！为什么？哎，可以减速的，我的。第二招可以减速啊！第二招就是拉他去前面。没有啊，他越小只越跑越快，你懂吗？你看，他越小只越跑越快，我就把他变成越来越小只，不是更好？因为他那个怎样算的呢？
你看，哎呀，越大只它就很猛，它就跑得越来越慢。呵呵，好慢哦！你看，我跑不到啊。不要，孙悟空！哦，你看到吗？跑快一点！跑太慢了，它越来越大只，越跑越慢了。要把它消一些。其实，他的技能就是他的胖啊，懂吗？就是一直在把他加防护顶，你看，他跑很快，他越大只越跑不快呀、啊，哈哈，哦，要按住的，是不是？按的大招。他大招是要按住的，不错不错，黄忠，黄忠救我，黄忠，没有技能了，没有技能了，回回回回回，啊，越来越小只，你看到吗？哇，可以拉够大哦，可以拉很大哦。超大的范围，看到吗？别拉这样隔壁去哦。喂喂喂，你们两个等一下，有事慢慢商量。哦，不错嘞，他打。还有，怎样说呢？哈。他打得很不错的，用他蛮不错的了。其实他很像那个什么啊，那个火舞啊，就是类似火舞，是刺客也是什么嘛啊！不要，喂，不对劲，哪里公平？救我！你们二对一不公平，举报你们！我一点挑战都没有，你给我 fire 万百！跟你说，刚刚只是死守了，不错啊，这个真的还我用的还不错，很不错，蛮好用的这个英雄，就是不要让他胖起来就好了。喂，不要推我啦！跟你讲哦，我没有用大哦，我用大我吓死你们哦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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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杀到，我没有砍到他。他只剩下那一点点、一点点的命啊，就那么一点点的命，哎呀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啊！来来来，不用紧，慢慢来。黑大智，跑不快。还太大只不可以跑啊！你看，就是类似啊，太大只它就不可以跑的意思吗？它真的是有一点好烂哦！哦，不要再打我了，没有，
看错，看就贵。哎呀！黄忠在打什么？你以为打暴君你就可以赢完了？你看到我们死了吗？啊？开始撤退，猥琐发育，别浪。没有猥琐啦，只是秀个秀。你要削弱他一点，你看他太大只，一定要削弱，不然等一下跑不快，等一下跑不快呀、啊，就是要削弱一点啊！不要死榴莲 ！No， 现在不是这个时候啊！不错，他第一招加防护又可以打人啊！你看这里，太多啦，我的肚子要爆啦！等一下，先等等。喂，你慢慢来，不可以，我要走了，不可以，我要走了，拜拜，你看得贵，看得贵。没有啦，你看到鬼了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黄忠做傻事啊！哎呀，还是跑打野啊，还是跑去打野啊？这样猴子怎样发育呢？我、哦、又出来了，我又要坑人了！笑一下，不要来一个四六零，不要四六零，你打什么野？我跟你讲哦，我已经很不爽你咯。啊，你过了没有？你过了没有？这不啊。倒霉蛋，也是倒霉蛋啊！你就是不团结的那一个、啊、倒霉蛋啊！后面，后面啊！你们会不会看啊？不要输了就按投降好吗？没有人来帮我。每一个都不来帮我，来了，我来也。我来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清清清清。喂，不要跑啊，亚瑟！猴子呢？猴子，猴子，猴子！六六六啊，你们六六六，真的是很厉害啊，你们！看到吗？看到吗？不要送头掉啊！很好，很好。你看黄忠又打野，不要再送头了。猴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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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？我太胖了，你要怎么？猴子，等我，猴子，猴子不要上船啊！猴子，
哈哈，我来一个辅助。来来来，集合，我打这只。喂，露娜来了，没有看到，快点跪。很好，亚瑟，你很厉害，你六六六。Hello， 哈哈，露娜在那边站着看着我，讲 Oh what the fuck。没有，快点跪，快点跪！没有啦，你们，快点跪呀、啊，你们，你们快点跪呀、啊！不会呀、啊，杀死他，帮我报仇，兄弟！安息吧，你们。很好很好，我们机会，我们有机会的反杀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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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杀，快点，只剩下露娜，很好，非常好，进攻，我们有机会了，金慧，快点，金慧是谁？金慧快点，快点。我应该是我太弱了，是不是？打不下，他讲，他讲，怎么打不下？喂，不要四六零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哇，我一直被赢血啊！猴子，你可以再来慢一点，懂吗？没有招呀，猴子，猴子，你要撑住，猴子，猴子，猴子，很好，哎，全灭，哎，哦，我们赢了，哈哈，哈喽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不错不错，这新英雄蛮不错玩的，虽然我都说是靠队友啦，就是对方就是投降啦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哦，哎呀，哦，那个梦琴太硬了，打都打不下，不错，这个听妹，不错不错，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，点个赞，分享出去，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已经订阅的人就不要忘记按那个小铃铛，这样就不忘词打脸。好吧，今天玩了这个，玩了一个梦题。梦题，对对对对，不错用，真的不错用。OK， 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啊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